嘿呀、啊。哦，从台北。还有一个桃园的。哦，廖董也要来哦。那个不，王，我觉得王先生。哦，他桃园哦。嘿。何董在台中。廖董。这一台370给那个谁啊？卖给那个练家子哎、欸。有啊。不是这一台。我以为是这一台、啊。不是。哦，他已经去玩三天，玩到爽呼呼了。那是他第一次，那台是他第一台拖车吗？对。那怎么可能？他自己敢拖到那么远去哦？有啊。啊、第一次就去那个什么九份要什么要什么东东卫生纸啊你要卫生